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恭喜发财，一个离不开投资理财的频道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请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哟。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个股教室，五分钟看一档个股。今天要来介绍连续配发21年股利的隐藏版化工股辉光，股票代号为6508。2021年3月3日股价收盘为 30.4 块，股价净值比 PBR 1.15， 本益比 PER 12.72。汇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65年12月，前称为汇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，主要产品包括植物保护剂和地工材料合成研发、生产及销售，并以自有品牌汇光 HKC HUITX 销售海内外，是国内第二大农药厂商，海外则有上海汇光、浙江汇光、泰国汇光、马来西亚汇光等分公司。公司主要业务为植物保护剂制造销售、地工合成材料制造销售。在植物保护剂业务方面，产品包含成品农药、农药原体、农用乳化剂等。地工材料应用于防止水资源或土壤遭到外来物的污染，广泛用于在垃圾掩埋场、高尔夫、矿产、废水处理等。产品以外销东南亚市场为主，各地区占比分别为中国 20%、澳洲 20%、越南 10%。股利政策方面，连续21年配发股利，近10年来股利都大约 1.5 以上，去年配发现金股利 1.8 块，以目前股价计算殖利率约 5.9%。 如果以近10年来看，是一档稳定股利 5% 以上的好股，值得小资族参考。获利方面，2020年前三季 EPS 总和达 2.15， 如果再加上 Q4 获利，相信有机会超车2019年，也会对未来股价有帮助。辉光拥有药证约200多张，国内明星产品为毒丝本，每年成长 3-5%， 获利稳定。产品外销以中国及泰国为主，大陆药证约40多张，泰国约10张，仍在申请中的包含马来西亚、巴西等，这些都会对未来营收有帮助。资产状况，每股净值 26.37 块，现金流量 26.8%。而汇光从2010年开始，每股净值持续向上增加，现金流都维持正数，是一间财务稳健的好股。持股分级方面，400张至800张为 1.029%， 800张至1000张为 0%， 超过1000张为 61.31%， 三个大户占比总和来到 62%， 散户10张以下 13.97%， 10至50张为 11.99%。 持股分级近3年都没有太大变化，代表大家都愿意长期持有。接下来看看公司股价月线长期走势，红色区间为昂贵价，黄色区间为合理价，绿色区间为便宜价。目前股价 30.4 块来到合理区间，接近便宜价。以技术面来看呈现低档，目前现行均线纠结。而2020年5月时，短线上有爆量拉高后回档修正，值得投资人观察。辉光是一档稳定配发股利的好股，公司也是长期稳定获利，不论是在农药销售或地工合成材料上，汇光在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。另一方面，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人口约将增加3成，达91亿人口，加上发展中国家对肉类摄取量提高，人类将消耗更多粮食与饲料。在石化能源耗竭与温室气体减排的驱动下，生殖能源发展也带动生殖作物种植，将提高农药市场成长。对于公司未来展望，恭喜发财认为乐观，股价呈现低档，加上配息稳定，是一档进可攻退可守的好股。以上资料给投资朋友参考。今天的五分钟看个股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加订阅哦。有你的按赞，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五分钟看个股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以上图片资讯来自台湾股市资讯网。内容资讯仅供参考，并无推荐买卖之意，投资人应自行承担交易风险。